瑞虎酒碰撞安全性测试主要是参照行业标准和各种非标工况，通过各种碰撞项目模拟实际驾驶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工况，验证车辆的安全系数和对成员的保护力度。瑞虎酒按照全球最高五星安全标准打造。我们此次碰撞测试主要对瑞虎酒进行了前碰、侧碰、助碰、后碰以及翻滚等多个大项的测试验证。64小偏置是中国汽车保险安全指数标准下的前碰工况，该工况以64公里的速度重叠25%撞击刚性强碰撞。车内前后排分别放置一个混350甲烷和混35分位女性甲烷。该工况主要考核车身结构、约束系统保护和成员伤害表现均能满足中保研最高水平，够的优秀，用户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。50MPDB 是CNCAP标准下的偏置碰撞，主要模拟两车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重叠50%双向对撞。该工况车内主驾驶放置一个扫甲烷，副驾驶放置一个混350甲烷，二排分别放置一个混35分位女性甲烷和 Q10 儿童甲烷。瑞虎9内部测试结果表明，该工况下成员和儿童均能得到良好的保护效果。60MDB 是欧洲 ENCAP 星级工况下的侧面碰撞，是避障车以60公里的速度撞击车辆的侧面，车内放置 WC 的50甲烷和 Q6 Q10 儿童甲烷。该工况主要考核车辆的车身侧面碰撞性能和约束系统的保护性能，在该工况测试下，瑞虎9得到了满分的成绩。瑞虎9车身前舱结构采用上中下三条吸能路径，六个前碰吸能盒，高强钢使用比例高达85%以上，能够在各种碰撞中保证成员舱的完整性。瑞虎9还配置了同级数量最多的10气囊，足以应对各个方向的碰撞，全方位的保护各个乘坐位置的安全。 Sherry